有啲失败咗，佢入咗水，应该食唔到。而家用微波炉叮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好啦，我终于煮成咗个馒头。我第一次放喺微波炉，唔知又得唔得？失败啦！唔算，佢又俾人硬呀，根本蒸唔好嘛。唔算，再去蒸一下，真系要蒸一下。点整啊？我翻嚟啦。好啦，好似真系一直都整唔好，咁我哋先整一个礼物啦。嗰啲包装，打印机有啲唔同系打印。你今日瞓觉就影相，所以我哋要即系影过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呀！你的灵魂话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快看，我给你的生日礼物 ，So beautiful！ 还有这一个贺卡很可爱的，而且记得严谨的人敢起身。好了，快起身啦！啊，冇问题咧，起身咧，妈咪等阵要闹你啦。好了，佢终于起身啦。系啊，你打开啊！哇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哎，等等，我要生日！我要而家就可以。你生日？你有？